接下来是第一发布，来看一下有哪些明星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最新动态。第一发布，我在这里，大家好，我是秦海璐。今天我在这里出席这个光荣使命的大记者会，然后光荣使命9月2号会在几家卫视同时播出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。第一发布，我在这里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译。最近除了在宣传《妈不你也有春天》和《辣妈正传》之外，我们正在筹建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叫果子联盟。9月28号，我们会把 APP 上市，欢迎大家下载。